可以可以喝一杯，然后呢，然后怎么样？也要顺便讲一下，先喝。讲什么？先喝先喝。我欠你钱是不会还的。今天呢？我们拿就我们欠你钱吧。今天王瑞也帮，对不对？母亲节帮小柔，啊，也准备了几道菜。哎，很感人呢。我也是有一个小小的礼物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小小的，小小的。多少？小小礼物要送给 Vicky 这样。怎么可能？哎 ，God！ 是一个三克拉的钻戒。等我一下，没有了，你不要讲那么大，没有了。我紧张了。真的，小小的，小小。我紧张了。九九，没有。你不要抱太大希望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可是我觉得，女人其实不是在乎东西大小，是心意上的问题。今天母亲节啊，那个曲哥呢，怎么啦？为他的太太呢，特别准备了一个啊，这个。公开用。啊，他最爱的啊、哦，真的恶心啊！然后那一次你们在我家喝，然后就欠我的，不是、啊，然后我说没有啦，麻烦，我帮、啊、我帮薇姐擦点眼泪，她哭了，淹了，哭了。那、欸、你要亲自交给她、啊、，OK OK， 来，哈雷啦，辛苦了，谢谢 ，My love， 谢谢，辛苦。而且你要庆幸我已经过了送包的年纪了，我只要有香槟我就。哎、欸，我们不要再提包了。好，就是你就是。来坐吧。没有，你们不要亲吗？啊，亲一下。今天最高点就你们了。OK， 我有蒜味。没有，他最爱这个。来，好，一二三。谢谢。Oh yeah！ 我最爱香槟了。就是以前曲哥有时间去巡演的时候，他每一次到机场，他回来送给我的一个礼物就是一瓶香槟，那是我觉得最温暖然后最窝心的，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巡演了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今天再收到一瓶香槟的时候，我觉得很窝心。对不起啊，今天早上出门还吼了你。真的。